大火嘛，影响到农作物，分田蒜头都进步外久，蒜头在泡水，强加影响播给状况。农业处都呼吁，蒜农要做好登记，后续若是有相关的灾害救助，较有进步。落过后，第四较低蒜头园，廿三号一下仔嘛是有积水。中秋节过后进入蒜头栽种期，但近期天气不稳定，时常落大雨，毛打进一个蒜头园泡水，况且也导致发芽率无好。今朝蒜头会烂呀！啊，等于都爱定来，嘿，定爱搁定种啊，嘛无甲迄类，都当地头出伊无哈倒一届出啦，嗯，嘿啦，出啥无讲介好遐，对啊，哎，拄好拄着落雨也是啦，嘿，拄着落雨毛差啦。当地蒜农就讲，即只蒜头为蒜种真低，即只人工含肥料到收成，一分地成本至少投入5万块，但现在若碰上发芽率无好，搁需要开人工含蒜种来保证，对厝农也出到呼吁，若无登记种植个农民。爱赶紧来完成相关作业。有些种下的蒜种有些裸露的状况，那我们经同仁反映，目前是还没有被蒜种冲湿的状况。我们希望第一个事情呼吁我们的蒜农尽快去乡镇公所登报登记蒜种蒜的面积跟时间。另外一个有关蒜种冲毁的状况，我们会持续的观察。那主要是每年种植蒜头面积达到5000公顷，为了蒜农的权益，还有农民爱做好登记作业。表面因为天然灾害损失，全部依旧救助。至今年蒜头栽种已经完成30%，会继续来观察。落后是咪导致发芽率无好等影响，继续往下面报道。